一慈愿呢，特为最深矣。啊，第一愿，四十八愿里头第一殊胜。啊，那我们可以说，这六字洪名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是一切祝福自行化他圆满成就的第一法门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又前注曰：故知四十八愿之中啊，以此念佛往生之愿，而为本愿中之王也。啊，我们称愿王。愿王是称阿弥陀佛了，愿王就是称第十八愿。啊，称本愿为王，本愿四十八愿，这个本愿也指第十八愿，十八愿王中之王，诸佛如来赞叹弥陀为光中极尊的佛中之王，其来有自啊，不是没有根据的。啊，佛佛道统啊！弥陀是自性变现的，自性是一切诸佛的根。一切诸佛都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。你说阿弥陀佛跟一切诸佛是一还是二？华严经上告诉我，一切是一切，一切皆一，不能分。弥陀跟诸佛是不能分割。我们再想想，我们每一个众生跟阿弥陀佛能分割吗？不能分呐。中峰禅师讲得好啊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我心能分割吗？啊，老子所说的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，那个根，那个体就是自性，能分吗？不能分呐！啊，佛法讲到究竟处，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一体，所以慈悲叫做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也。啊，无缘是无条件的。慈与悲都是爱啊，慈里面偏重在娱乐，悲偏重在怜悯啊，在拔苦啊，所以称为
大慈大悲呀，大慈悲心是我们的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，人人都有啊，而且人人都平等啊，啊，跟诸佛是平等的，啊，慈悲心对，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。